我还有一笔血债要讨还，你想知道这是一笔什么样的血债吗？说说看。我们全营兄弟被一个叛徒给出卖了，我活着就是为了找到他。 你不想试试？你就是个胆小鬼，汉奸！走，上车，把眼睛都蒙上，全部都带上车。 卖红薯嘞，卖红薯，热乎的红薯，卖红薯嘞。红薯怎么卖的？便宜。您看看，甜不甜？哎，肯定甜。来一个。好嘞。嗯，有动静吗？快出来了。 嗯，不错，来，给你钱啊！卖红薯嘞，热乎的红薯。快点，快点，快点！上车，快点！眼睛都蒙紧啊！快点，快点！黄明君，你辛苦了，他们会派车送你回去。没准。 黄老板，黄老板，你在哪儿？在哪儿呢？我们来了，快出来啊！喊什么喊？哎，吓死我了！喊什么呀？不怕招来八路啊？这不是着急吗？黄老板呢？黄老板也是你们能见的，活到手了吗？弄到了。你看，这不是吗？给我。不，我们的东西呢？先给我们。大烟嘛，全在这儿了，给我了吧。 黄青生，你被捕了！你们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抓我？就凭你贩卖烟土，把他们带出来！ 放行。
们进入实战阶段。解开。是。好功夫。我是好人，真的是个误会。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黄，叫黄青生。黄青生，既然到了这儿，你可别再抱有任何幻想。除了坦白交代，没有别的出路。你要是选择继续与人民为敌，那你只有死路一条。可我真的是好人，不是特务，你们冤枉我了。别演戏了啊！告诉我，谁派你来的？你的上司是谁？我没有上司，我就是个做买卖的本分人。本分人？好，把你的上衣脱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侮辱我！我要见你们领导，我抗议！你是云霞山庄的人？你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老师，您回来了，让车回去吧。是。老赵，啊，你说的那个云霞山庄，它是个什么地方？啊，是个特务组织，专门给鬼子搜集情报的。哎，你怎么一看到这个黄青生？就知道他是云霞山庄的人呢。嗨，云霞山庄的人啊，手上都有那个记号。老赵，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嗨，你就是个神探呐。哎，我得向上级给你请功。别，千万别。哎，怎么了？你破了这么大的案子，就应该向上级汇报啊。哎，这案子不是还没破呢吗？哎，你看，这黄青生说了，他们这伙总共来了10多个人，他只不过
是个小组长，还有其他几个小组，我们得再接再厉，把所有的特务抓起来才好。说的也是。嗯，敏之啊，嗯，咱们八路军总部的位置就在这附近，这一下来了这么多特务，你说要是让他们知道了咱们八路军总部机关在什么地方，那可就危险了。你是说他们是冲着八路军总部来的？啊，黄宁生不都说了吗，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搜集八路军的情报。坏了，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记住，虽然你不是军人，可你是日本人，有责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甚至牺牲生命。我可以让你们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让你们生死相隔。昏睡半天了，我去弄点吃的给你。黄庆生到，想想你还有什么没交代的？我都交代了，真的，我想到的、没想到的我都说了。没想到你怎么说的？这不是胡说吗？哎呀，都到这地步了，你说我还有什么好隐瞒的？跟你说，我也是被他们骗到那里去的。到了那里，我就后悔了。谁想当汉奸呢？可是后悔也晚了，出不来了。其实，我也没干什么坏事儿，这不，刚出来就被你们给抓起来了。你真后悔了？能不后悔吗？谁不知道给日本人当汉奸是断子绝孙的事儿？我也是一时糊涂，身不由己呀、啊！你说这事儿要是让人知道，我还怎么做人呢？那好，现在有个赎罪立功的机会，你干不干？立功？我干，我干，让我干什么？快点，快点，站好！快点，快，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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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地方？知道吗？反正不是啥好地方。很奇怪啊，这儿的鬼子大都是八路军的打扮。这些鬼子功夫不错，一看就知道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外面把守很严，路上还有哨卡。你怎么知道路上有哨卡？你眼睛没蒙好？车刚停，
就有日兵翻毛鞋踩踏泥土的声音，随后又有木质栏杆的摩擦声，一定是在过哨卡。怎么，你眼不挪开了都没看见？好小子，有点本事啊。什么本事？能想办法从这儿逃出去才叫本事。既来之则安之，反正都这样了，活一天算一天。张铁成，他是我们的人。他是我在中央警备队时候的同事，是我的生死兄弟。南京保卫战后，我们驻地遭到敌机猛烈轰炸，全旅800多人死了600多，剩下的也各奔东西。我和他也分手了，没有想到居然会在战俘营里碰到他。他知道你的身份？知道，而且从他的眼光中我看得出他还恨我。那他为什么没有当面揭穿你的身份？我想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当时很吃惊，也没想到我会以那种身份出现在那种场合。他原来对我很信任，而且知道我向来有双重身份，所以拿不准是怎么回事。另一种可能，他对我有误解。什么误解？当年我们那支部队很特殊，是一支由德国人训练的特战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我们在雨花台与梅村师团血战了几天几夜。可是我们刚从阵地上撤下来，就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几乎全军覆没。大家都怀疑我们内部有奸细，就是这个人把我们给出卖了。你是说他怀疑你是奸细？现在我是个叛徒，又是这样的身份，当然很容易让人怀疑的。想办法找到这个人，通过他可以弄清老顶山里面隐藏的秘密。那些战俘被押到什么地方去了？只知道是往老顶山方向去的。老顶山？山下已经被封锁起来，根据哨卡前的车辙判断，卡车方向一定是老顶山。这会不会跟鬼子的 C 计划有关？川岛正雄是为了 C 计划来到长治的，他一来就很神秘地进了老顶山，然后又挑选了这样一批战俘送到那里，随后老顶山被封锁起来。这样联系起来，这种可能性很大。我会想办法安排人进山。不，还是我找人吧。那我先走了。等等，我先出去看看。哦。于浩明的工作看似一切顺利，但他没有意识到一场对他这个新民会新任会长的暗杀计划正在迅速展开。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暗杀他的组织成员会有秋雪。从这儿到这儿。秋野同志，你迟到了。医院有鬼子兵，耽搁了。安全吗？安全。好，我宣布任务指令：最近长治敌特活动猖獗，新民会派出大批特务混进咱们的根据地，上级指示，必须除掉罪大恶极的汉奸。听说新民会派来个新会长，我们就从他下手。哎呦，于会长，您怎么才来呀？我都到这儿迎您老人家领回了，说是您中午一定会赶回来吃午饭。这不，我老早派人去品德斋订了房间。真是，您刚来，我呢也没对您意思意思。看来啊，这两天您办事辛苦了，我这个做手下的应该笑你笑你。你看这雪呀，一会儿停一会儿下的，早知道这样了，我就派车去接您了。哎，这多不好意思啊！您好歹是会长，这怎么着也不应该走。趴下！快撤！起来，你没事吧？我没事吧？我没事吧？啊！我没事吧？你们保护大家安全。嗨！开工！
谢谢太君。太君呐，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您是没看到那架势，要不是有于会长奋勇杀敌，我早就被乱枪打死了。那枪声啊，是噼里啪啦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听那架势啊，至少有三十来人。好了，不要夸大其词，三十来人。你当于浩明他是神仙吗？是有点夸张了，但是起码得有七八人呢。太君，我们真是死里逃生啊！我们忠心为皇军办事，他们就恨我们，要杀我们。太君呐，您看，您老人家可为我们做主啊！你们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会好好的奖赏你们的。谢谢太君。你回去吧，于会长，我代表我的祖宗十八代，谢谢您了，于会长，您就是我的亲爹呀！于会长，您是我的大恩。好了。快回去吧！哎，啊，是是是，来，告辞。你受惊了？郝明君，对方到底有多少人？四个。他们是要暗杀你，还是加害天？应该是我。看清长相了吗？都是男人，但是衣着不一样。当时事情发生得太快，记不住什么样子。你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昨天君没有派车送你吗？送了，但是我想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就提前下了车，走了很长一段路。你回去休息吧，今日可以不用去新民会工作，回去好好陪陪百合。严嵩君，你怎么看？他确实受了惊吓，不像是装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依然有疑点。那就去找到解除疑点的证据。我不要你的分析和妄加判断。我明白。这个是总联络人，他的下面呢又有六个联系人，每个联系人下面管两到三个组，每个组下面还有三到五个人。这个黄庭生啊只是个小组长，在这个位置我们抓了他，对整个特务组织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他找到他上面的联系人，层层搜索，直到最后找到这个总联络人。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收网，将他们一网打尽。但是人如果跑了呢？放心，跑不了。万一跑了怎么办？我负责。伙计说：“二位客官要见我，怎么了，杜老板？不认识我了？是你？哎，我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位是……放心，自己人。啊，来，坐。”最近兄弟们怎么样？还好吧？我们这个组啊，之前联系到几个，要说好吧，你也知道，干咱们这行的都是拎着脑袋过日子，说不定哪天命就没了，哪有那么好啊？哎，是啊，我们几个也是，加上一时找不到接头的，这心里啊全都悬着呢。哦，对了，大当家的来了吗？有什么指令？听说早就到了，可是我还没见着呢。那可怎么办呢？老是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你别着急，等我跟大当家的联系上，马上通知你们。啊，好，好，劳烦兄弟了，劳烦兄弟。既然来了，那我就请你们吃顿好的啊。麻烦了。
我立功了吧。 未能在您最需要我的时候，替您提家里多分担一些。我知道您不想见我，可是我害怕会失去再看望您的机会。我也知道您不接纳百合，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但是我始终相信他是个好人，是个可以值得信赖的人。面对我的教诲，我始终不曾忘记。 就在这山里头。太行山。嗯。要想杀鬼子，就必须先出去。对。一定要出去。客官，您需要点什么？你这里有凤凰图案的缎子吗？ 要什么颜色的？黑色。要它做什么用？做窗帘。请跟我来。
哎呦，你可来了，快快走走走走走走。大当家的来了吗？来了，明天晚上七点城隍庙开会。好，好。老赵。啊，老赵。什么情况？大鱼出动了，明天晚上七点他们在城隍庙开会。太好了，收网。于先生，你来这里的次数过于频繁，这不安全，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是件棘手的事情，知道吗？今天有人要暗杀我。什么？放心，我没事。我想问问长治新民会会长庞大头是谁杀的？他是我们的人吗？庞大头是个汉奸，怎么会是我们的人呢？我现在也是他们口中的汉奸。我不是这个意思。新民会里的人说过是八路军的人杀了他。这个我不清楚。你知道城里有几支不同的地下抗日组织，为了安全起见，彼此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你想了解，我可以通过上级和他们取得联系。川岛正雄要我对付地下抗日组织，但是我怕会伤到自己人。放心，我会尽量协调好。你们盯住新民会，你们两个负责跟踪，明白吗？嗨嗨嗨。三。介绍一下，这位是黄老板介绍过来的。嗯，他的底细我知道，特训班六期的吧？是是。他叫黄青生。他自己怎么办？啊，身体不适，抱歉抱歉。啊，哎，这位兄弟是谁？啊，这是我们黄老板新发展的。哦，哈哈。看来我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大了。这位兄弟在哪儿高就啊？正处。哦，是总部还是边区啊？边区。什么职务？嗨，就是一般的干部。不要紧，慢慢来。政治部是个好地方啊。你是怎么进去的？哦，我刚一到啊，他们就派我去抗大学习了一段。看我有文化，正好他们那儿缺人，就把我留下了。嗯，好好干，立了功，少不了你的好处。啊，多谢大当家。大当家的，人都到齐了，您看。啊啊，诸位同仁，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我们云霞山庄所有反共救国的精英都聚集到了这里。我们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一旦成功，我们的工作就能改变整个历史。到时候，我们不仅会成为英雄，而且会名垂青史。大当家的，不好了，我们被八路军给包围了！别怕，快从暗道走。走不了，都别动。你什么人？太行山游击队。收到，军纪总。别动，都别动。大当家的，你说的没错，今天这个日子很值得纪念。老师，您找我。最近休息的怎么样？小事都过去了。
老人家怎么样了？还好，就是不肯见我。你要想办法劝劝他，跟我们合作是大有好处的，你们可以赚到钱，我们呢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源，这就是互利互惠嘛，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一来，他们就把煤矿都关了，这不是跟我们皇军作对吗？这可不允许。如果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会强行把煤矿、工厂都收过来，没有人能够阻止我，这个你明白吗？当然，我会找机会继续劝他老人家的。新民会那里很重要，将来会越来越重要。不过那里的情况也很复杂，庞大头死了，说是八路军杀的，可是到现在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如今又有人在暗杀你，很麻烦呐。哎，太君，于会长，那你们先聊，我等会儿再过来啊。不，你进来吧。是。于会长，好了，你先回去吧。郝明，注意安全。啊，是，注意安全啊。太君。什么人？他叫梁少武，是严长官的侍卫官，他最信任的人。他愿意跟我们合作？我把将军阁下的意思都跟他说了，他说愿意见面谈，交个朋友。见面？啊，是啊，见面。很好，我可以跟他见面。哎，那就好，那就好了。